人生命的持续和人体系统之间的配合和运作密不可分，而人体主要有八大系统：一、运动系统，执行躯体的运动功能，包括人体的骨骼、关节和骨骼肌；第二，消化系统，主要进行消化食物、吸收营养物质和排出代谢产物；第三，呼吸系统，执行气体交换功能，吸进氧气，排出二氧化碳，并具有内分泌的功能；第四，泌尿系统，排出机体内溶于水的代谢产物，如尿素、尿酸等。第五，生殖系统，主要执行生殖、繁衍后代的功能。第六，脉管系统，运送血液和淋巴在体内的流动，包括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。第七，内分泌系统，配合神经系统调控全身各器官系统活动。第八，神经系统，协调人体全身各器官系统活动的和谐，在这些系统的共同作用下，人体才能进行日常的活动。